水把它装起来，留一份。嗯，好了，走，这个够了。木叔，嗯，我记得对，俺组刚把附近都走了一下，走了一下，这目前还没发现有假肢的情况，有没有发现报案人？发现刚现场勘查中，在现场发现有两枚弹壳，还车内还有弹头，说明案犯使用的是枪支，所以说看人看来是64手枪。对，现在把这个弹壳很快拿回去做枪弹痕迹检验。哎，好，驾驶。驾驶室右面部，嗯，对，我比利时打的，对，手一。现在我把任务分配一下，是，特警队继续搜索，一大队负责把死者家属查明，是，其他人在现场继续访问，这个当时这个报案的不叔叔也是个司机，可能是过路的。打了个电话，咱现在还没有找到人。亲眼看见这个案犯持枪杀人，这个人要想办法要找见。行，现在11:10，咱们天亮之前留点钟，集中研究案情。行行行，那叫分头工作。处于俯卧座椅驾驶室内，右手搭于这个方向盘上。这个头部距后车座50公分，距前车挡玻璃30公分，距顶棚高15公分。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在死者身上发现了驾驶证和行车执照。根据上面的地址，得知死者名叫封世文，家住北郊511研究所家属院。一大队副大队长童晓明立即带领刘刚组前往511研究所家属院，了解死者的情况。公安局的把门开了。公安局是个虫，把这说话。上次把门开了再跟你说。又是明天说。这得冯世伦家。你是找冯世伦吗？找门。你谁是吗？我冯世伦他弟。把门开，我们出事了。站，那个站，一个出事的。把门开，跟你说。是咋回事嘛？这回事嘛？你叫啥名字？我叫冯克伦。冯世伦是你谁呢？冯世伦是俺哥。嗯，跟你说，我是公安局的。啊，你哥出事了。俺、哥出啥事了？啊？出啥事了？一个被枪打。是了吗？是了。是了？嗯。不可能吧？我说不可能吧？你冷静点。队长，不可能。我跟你说，你冷静点。你把老金。这我跟你说，这肯定是仇杀。肯定是吵啥？为啥？为什么？你要他以前是治安科长，队长，铁面无私，他是他单位的治安科长，肯定得罪人嘛，对不对？没问题，绝对是吵啥？我给你明说。不，听我说，我冷静点，我个是公安科长，为啥去开车了？他单位效益不行嘛，只有条件了之，是买个车算了，
就说是走。我问你，你最后是见他啥时间？今天晚上8点多俺见的，我这正吃饭。他提两个金龙鱼桶来的，给我送药来。对不？俺个人心好，他也知道我不行，知道？经济不宽裕，经常照顾我，对不？就是说是，忽然说是司机要请假的，请假他就是说他自己开车的。咱俩说说这事情。你不要激动，我问你，你个平时开车都在哪交早的？两个地方，一个海淀夜总会，一个欧哥。银河是什么歌舞厅吗？啥地方？啥地方？海鲜啥？海鲜什么夜总会？银河什么娱乐场吗？啥地方？就这俩地方，对吧？去慢慢说，慢慢说。你找你干啥？你把这，哎，你不慢慢说，干嘛？这是对对对，你跟他们谈。不是，你好好弄定下，再给他想，以后有些事情要给他配合的。是，那是嘛？你给我治。你这几天到这两个地方工作做一下。好。好，看啥情况。好了，你咋就能打电话回来？好，放心。好。凌晨5点，八处处长穆文修主持召开了1216持枪杀人案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现场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死者是在没有经准备的情况下，被打死在座位上的。计价器停在2.4公里的数字上。死者的衣服没有被翻动过，钱包还在。里面有人民币1元、5元和10元的票面，共计53块。在后座的下面，发现了一枚红塔山的烟头，但从这个外观、这个特征来看呢，最起码是在2天以上。肯定不是案发的当天丢弃的。在车底板缝和后车厢的里面各发现一枚6式弹壳。在车门的内壁发现了一枚弹头，另外一枚弹头还没有找到。弹壳和弹头已经送检，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死者中了2枪，都在头部，属于贯通伤。子弹入口处有绞痕，呈漏斗状，击发部位距离眉心顶多2-3公分，受害者当场死亡。胃内容大约有300毫升，是死亡前一个多小时吃的饭。胃内容形态可变，有面条、肉末、这个豆腐干、绿豆芽，还有辣椒等。这样子啊，技术上把这个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情况刚才做了介绍。下来的话，各单位啊，把现场方位的情况说一下。我说，案发现场位于通向建材仓库的便道上，距离二环路大约500多米。平常人很少，周围虽然这个建筑物很多，但是仓库一到晚上基本上就上锁了，没有啥人。现场朝南有60多米，是仓库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边呢，一男一女带了一个小娃，这个是看仓库的，一家三口开仓库的。这个男的是临时聘用的。据这个他老婆讲，当天的晚上10点多，出来倒洗脚水的时候，看见北头路口刚停下一辆这个出租车。当时大灯还亮着，没有太注意，就回到家里。随后时间不长呢，就紧接着听见啪的一声。这时候意识到有点问题，就对他男的讲，说这是咋回事儿，咋响。他男的说不要管，多管闲事，睡觉睡觉。后来呢，这两口子就睡觉了。我说啥情况啊，死者的车属于这个飞龙公司。公司方面提供的情况讲，这个司机脾气不太好，啊，司机这个脾气不太好，过去跟那个乘客啊发生过争执，但是这人作风还是比较正派一点的，从来没有接到过投诉之类这个情况，啊，由于他近来一直是骗别的司机开车，这一年来很少到这个公司去，公司对他这个其他情况也不太了解。
报案查的咋样？报案咱查到了，是华夏出租公司的一个车老板，他本人有一辆夏利和一辆奥拓，都是雇司机开的。据他说是昨天晚上十点半多一点，其中一个叫张宏伟的司机把奥拓给他开回来了，脸白的像纸。老板说你刚接着出去不到俩小时咋又回来了？张宏伟说是我空车路过建材市场的时候，突然看见前面有人拿枪杀人家，当时他吓得是掉头就跑，可也没干了，马上把车都开回来了。这个张宏伟今年是男，17岁，陇县人，刚拿驾照还没有一个月，胆子非常小。他跟老板说干出租司机这一行太危险了，我再也不敢开车。当时是连工钱也没有拿，把车给老板一还，连夜就回老家去了。有没有更详细的情况？比如说案犯是几个人，其貌特征？没有，张宏伟当时啥也没说，当时就走了。嗯，大家看还有啥要说的？还有没有？我再来说，死者家属提供啊，死者平时爱在这个银河夜总会和海天娱乐城交钻，我们去这两个地方也都走访了一下，在这儿的司机大多都认识死者，他们讲啊，昨天晚上死者确实来过这两个地方，但都没有拉上客。他们觉得司机当时那个心情还不错，最后一面见司机似乎就是晚上的9:50。当时司机说不行，我到南边跑跑，拉拉散客，就把车开走了。我讲一下这个死者的家庭情况。死者冯世伦曾经当过这个保卫科长，爱人叫张秋莲，511所的工人，两个有个11岁的儿子。据这个冯世伦他弟讲，冯世伦在这个当保卫科长期间呢，这个办事比较认真，原则性比较强。所里次这个职工组里边曾经有9个人因为这个盗窃吸毒都被他送到劳教了，当时呢跟他说情的人不少，但那个冯世伦呢这个不讲面子，坚持把人都处理了，所以恨他的人不少。我们跟这个县镇的这个保卫科长也谈了，他认为呢的确存在这个仇杀的可能。和死者二人谈了没有？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啊，怕这个家属精神受不了，暂时没谈呢。还是要早些谈。行。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对案件的看法。我谈点看法啊。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看，我认为这起案子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大家都知道，近年来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子在我市时有发生，但是基本上都是以劫车为目的。稍微上一点道的人都知道，出租车司机身上会带多少钱，200-300块钱到头了。这个案犯都是以劫车卖车为目的的。本案呢，在这个案子呢，现场没有搏斗痕迹啊，没有搏斗。死者的钱包又没有原封未动，那么说明一个啥问题？就是仇杀或者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说不定案犯就没来得及拿钱包，当时本身是为了抢钱，但是杀人过程中被人发现了，转身就跑了。对一个持枪案犯来说，为了几十块钱去持枪杀人，有些不符合常理。我认为这个案子投财杀人的可能性有点小。要是出于劫车的目的，案犯应该把车弄到远郊或者其他偏僻的地方，这样既便利杀人，又便于逃离现场，而不应该把车弄到距离二环只有几百米的这个死胡同里面。在这个地方，案犯不管是把车弄走还是自己逃离现场都不方便。这个从现场看，案犯用枪将死者打死后对尸体没有任何移动和搬动现象，我认为这个案件的性质应该倾向于报复杀人。对，看来多数人啊倾向于报复杀人。
下来大家再分析一下，案犯是本地的还是外籍流窜的？我倾向于本地人作案，因为这个地点比较特殊，地城近，但是又非常僻静，周围建筑物多，但是没有住啥人，案犯在这里作案没有啥压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作案。很显然案犯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这个计价器上显示的这个2.4公里非常重要，说明案犯是在那里上的车，所以我的意见呀，以这个发案现场为圆心，2.4公里的地方都必须认真走访。经鉴定，死者冯世伦头部所中子弹正是我们派出所民警救的那把，枪号为1902-3404的60式手枪所发射的。上午10点，经西安市公安局8处技术科专家紧张工作，终于得出鉴定结果。经弹道检验，死者冯世伦脑部所中子弹正是12月1日民警被盗的那把，枪号为1902-3404的60式手枪射出的。因此121盗枪案和1216持枪杀人案合并为盗枪杀人案，由8处一大队统一侦破。石头，你跟着我出来是要受苦的，弄我钱又不会享受。豆哥，看你身体，兄弟，我佩服你，从来还没有服气过任何人。我是这件事一向跟着你。其实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那天我挨打时看你挺够意思，所以才把你叫上。豆哥，咱兄弟之间不说话了，我能看出来东哥你是能给打死的人，能忍就忍，该出手就出手，绝不是个凡人。啥凡人？凡人都是一般人。咱约好了，老远了。俺没事了，四哲，你在这等一会儿，一会儿叫你再进来，对吧？行。谁来了？土哥，来个伙计。你赶紧让他走。土哥，这算佩服你的了，想见你。让他赶紧走，我对他不了解。东哥，石头已经给我介绍你了，你不仅能干，胆子也正。兄弟一直想跟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干点正事，所以今天来拜访一下你。石头，你嘴长得很，我可不喜欢嘴长的人。东哥，他叫黄喜，
人绝对没有问题。本地人对咱新人熟得很，我想咱不是正好需要像他这样个人吗？你看，你坐吧。东儿，兄弟来找你是真心想给你干点事情吗？我也明白，进门容易出门难。兄弟既然进了你这个门，就绝对不会走的。你先进来坐。进来。跟我来抽根。老哥，我有了。李大伯，这辛苦了啊！来，抽个烟，好，坐坐坐坐坐。这是分局给咱转来的，十几天以来查酒厂那个情况材料，我把这仔细看了一下，分局工作做的比较细，他们把医院内部的临时工全部排查了，没有啥情况。另外一个嘛，他们把出事车上乘客，除了死亡和重伤的，把这些人的事发以后的这个活动也查了。也没有情况。总的有一个情况，就是外科楼上有个护士啊，在抬重伤员的时候，有一个小个子出出进进的，显得格外热情。那这个人这个相貌特征能不能搞清楚？说不清楚。这个人呢，这个人当时这个情况，他也只是脑中闪了一下，再反复让他回忆，想不起来这情况。那丢枪这个民警呢，他对这个小个子有没有印象？酒厂这个民警，当时失血过多，头发昏，周围也乱糟糟的，对这情况也说不上个啥。先是这个线索咱们不能丢，一定要查下去。另外还有这个张宏伟，因为这个张宏伟啊是咱们这个枪杀案现场的唯一目击鉴定人，把这个人咱们一定要尽快的把他找到。12月18日，一大队刘刚组的侦查员梁伟等到达陇县，在县公安局布政科的协助下，从十几名同名同姓者中，终于查到了他们要找的张宏伟。包工包给你，包工。我进来，来，包工包，我进来。啊。张强。张红是他家吧？啊，是的。啊，俺这是从西安来的，正好有个事。你是黄伟他谁？我是黄伟他婆。他婆啊。啊。好，你不管，自己来，自己来。我给你。不行，不管，自己来。老人家好久了。啊，我70多岁的。70多了，看不出来。大了就70多岁的。有重孙子了吧？有了，出去耍去。出去耍去了。哎呀，那你这有福气，在农村。有啥福气你先？红伟回来了吧？没有。没有。红伟没回来。那前两天不是别人跟我说他回来了吗？我才过来找他有事来。哎，没有，都出去8年多了，要说是到西安去了，没回来么？到西安去了。哦。
但是到西安就没回来。那前两天我听别人跟我说了，说他过来了，叫我过来找他有个事。我还从西安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了。没有没有，要回来我怎么摔着了，我还能不知道吗？真没回来？真没回来，没回来。回来了，人家都来了，问哈他哈他哈不出来见你的，没有。梁伟在陇县的调查没有结果。就在同一天，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刑警大队向八处枪案专案组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该分局辖区内张家村太空娱乐城老板向警方报称，有人持枪威胁杀人。碑林分局的刑警分析认为，这一情况有可能和枪案并案。刘队长，哎呦，你好，你好，刘队长，你好，新凯啊，大伟，大侦探，这是啥情况？这是咱张村派出所不是在对这个枪案里头，就是划定的范围之内，派出所民警在走访的时候，就在这个星空娱乐城，这个有个范阳老板范阳，就是他我前天晚上九点多钟来了一个客人，要按摩的。这个按摩师傅呢，偏寒盘是跟那个另外一个客下棋呢，下的正着热闹的时候，那个叫这有点急，急了以后，这按摩师傅这个身体也美，长得个子也大，直接起来给那个爹来了，这爹把那个怂直接掏出个枪顶住他，这一顶再弄这么大，这个害怕了，害怕跟人家可跪下了，人家求人呢，又给人家钱，人家不走，最后弄了几个人劝人家才走了，当时咱们报案，哎，做生意的，这谁敢报案？多是无少是，为了他生意好做，管我的事情。这是啥事？这是这，快快后来把这情况给布置了以后，就站上大家都要调查的时候，一个服务员说，这个人经常在这儿来呢，来呢说的呀，够可能在他布置，把咱拎着了，咱就，后来咱一问，好像在这铁门这个黑门里头住着。现在人在吗？现在在这守，从发现到这一直守着，守到这儿。有人汇报大哥在那边小饭馆吃饭。对，咱就快走走走走走走。下午四点，突然有人报告，目标正在食品街吃饭。专案组成员和碑林分局刑警决定实施抓捕。干啥呢？你们是干啥的？咋回事嘛？干啥呢？咋回事嘛？啊？咋回事？你们干啥呢？咋回事？哎呀！咋回事嘛？抓捕的结果令人失望，此人所携带的这是一支发令枪改制的手枪，而非被盗的640手枪。经过审查，此人叫卢光辉，是河北省公安机关通缉的抢劫杀人犯，但是和西安的枪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天，刘刚前往被害人封世伦家，向他的妻子详细了解情况。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别把身体哭坏了。哭完身体谁带小孩啊？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好人都活不长？世伦他是正派人，他为了把家属去的治安搞上去，他你经常亲自值夜。寒冬彻骨的他，花
上的哮喘。你现在要冷静一点，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想办法协助我们把案子破了，把罪犯抓住。我头脑子乱得很。他当这几年公安科长得罪什么人没有？有，当时我记着有一个副所长，还有几个工程师，当他们儿子要劳教的时候，他就来找世伦说起，世伦没有答应，但是我想他们也不至于用枪杀人。那么你们单位这个劳教了的回来的子弟都有谁啊？有一个他们总工的儿子年初就被放回来了。放回来了，好，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世伦，听世伦说过，好像是他被劳教的时候曾叫人带话说，他说他发誓要报仇。这个人叫啥名字？赵雷。叫啥？赵雷。哎，姚探长，姚探长，老张给你反映个事情。现在啥事儿？这是两个月以前，俺哥雇了个司机，有老婆生娃呢，俺哥都还得自己开车。有个半夜有个三点多，从个卡厅拉俩小姐回旅馆。到了以后，那小姐下车不给钱，俺走了。俺哥生气的，生气我就问：“哎，想嘛，你小姐你还得不挣个几百块钱，知道？”就抬手给俺了个嘴巴，大小姐。到了以后，小姐那后台是黑社会的，要把那车搁车号里记。过了两天，往来了个俩小伙上的车，上车的车到了长安县里，拿不到就拿来刀要看，哎，那个一看跑了，跳车跑的喊人，他这一喊人，小伙俩惨了跑了，跑过去跑回头，人家一喊就说：“你等着，迟早要收拾你。”你个说没说那个歌舞厅名字叫啥？我叫个银河什么夜总会，或者是海天歌舞厅。说小姐名字没有？那我是不知道。那行，那就这事。啊，对，走，今晚来。走，在陇县，梁伟寻找杀人目击证人受阻，但他没有灰心。回来？我觉得没回来不可能，对吧？说假话了。回去再看呀。行吧，那走，再到村里问一下。走。来来来，这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个话。建宁村我张宏伟来吗？谁？张宏伟。说我可说。哪个娃？我娃。我娃。慢点，慢点，慢点啊！来下来，来来来，来来来，问个话啊！我害怕。你把宏伟叫上。叫熟。叫熟人。走回来了吗？这两天。前天晚上又走，前天晚上回来又走了。走了，到啥地方去了？到县去。到县去了。嗯。做啥去了？开车去。给谁开车？你们先算了。来来来，抱着急，抱着急，不害怕啊！我问你个话，他给谁开车，你知道不？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当时是几个人回来的？一个人，拿啥东西了吗？没拿啥东西。嗯。就回来了这一次吗？是还回来了？回来一次。回来一次。啊，这么回来的？嗯。啊，把风口上剁了。赵雷说过这话，上那会儿我还是民警。是我给他派出所通知，把他送到劳教厂的。这个上次是因啥劳教的？盗窃。因盗窃劳教的。哦。卸教以后表现咋样嘛？嗨，黑黑肠子哈哈些，我孙子没治了。哎，上回没判他刑，他父亲在这儿总过，他呢年纪又小，他父亲人品不错，所以在考虑这个呢，尽量做工作，没有判他刑。我出来以后呢？一点都不成你情，见谁拿眼睛瞪谁。上个礼拜咱还丢了几个车牌，当初怀疑就是他，
都他屋一搜也是搜出来，关键是他父亲给咱妈道歉。哎，第二天在这楼里头满扒的都是事，都是这小子干的。这个个子咋样？个子低点的，人看着也瘦兮兮的，穿着衣裳跟那外国嬉皮士一样，还卖破烂的都不少。我跟你说，走走。梁伟在陇县走访了数不清的单位之后，了解到星火农机站不久前招聘了一位开车的司机，名叫张宏伟。得到这一情况后，他们迅速赶往星火农机站。先喝水吧。好，谢谢啊。啊，不行不行，来，你也喝水。好，喝水。啊，张宏伟就在俺这儿，反正是他今天站上开车的。怎么出去了？出去了。啊。到啥地方去了？哎呀，可能到邻镇给俺站长办事去了。办事去了。那几点能回来？哎呀，到下班了，可能。下班了。他来这儿有多长时间？哦，来这两三天了，但是刚来时间不长，主要看着蛮老实的，反正俺站长都挺喜欢他的。哎，把活儿看弄完了啊，宏伟。哎，刚新来俩人新进的。你是张宏伟？